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安迪。大家好，我是梅里尔小偷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哇，是礼物，是给我们的吗？可是安迪，这不会是空格子吧？哦，对呀。嘿嘿，导演。说吧，导演，你们想怎么骗我们？这次真的是好吃的。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超好吃的食物，不过你们要凭运气获得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真假食物大对决。真假食物，凭借我安迪训练多年的心电感应，小红你就等着看我吃吧。那可不一定，导演赶紧开始吧。那咱们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选择吧。好啊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，安迪又输了，每次石头剪刀布安迪总是输，哼。你来吧。好的，选哪个好呢？那我就选到我面前的这个吧。那这个是我的了。咦、啊、咦，好像揭晓答案了。 Round 1Lady, go! 我的居然真的是空盒子，这是一个软胶的玩具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是一个小软装的蛋糕，闻着好香啊！嗯，好好吃啊，而且还很好看呢。安迪居然和蛋糕擦肩而过，你别笑。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喽。哇，好大一坨奶油哦！好甜好甜，嗯，真好吃。导演，进行下一轮吧。这一轮由赢的人来决定，那怎么玩呢？成语接龙，来吧，展示。一帆风顺，顺风顺水，水到渠成。成。小朋友。安迪又输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第一个字是成的成语是什么吗？在视频下方告诉安迪哦。哼，又到你选择了。嗯，这次上次我选择了我这边的，这次我就选择你这边的。啊，这个是我的啦。嘿嘿，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可是我的这个好轻啊。我的也很轻。会是什么呢？三二一，噔噔。啊啊啊啊，我的好像是三加二的饼干。嗯，怎么又是橡皮呀、啊、好硬啊。啊，饼干，他的那才是真正的三加二饼干。小朋友运气也太好了吧。这个饼干闻着也很香，看着也很好吃啊。我闻到了巧克力味道，是巧克力夹心的，是我最喜欢的。安迪已经连输两局了，都好吃。哼！哎呀，我已经赢了两局了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选了。哼，那我们就直接选吧。好，三、二。哼，我感觉到我的是空盒子了，好轻啊！哇，我的好重啊！也太差了吧！不怪这橡皮好好看呀。我的是一个虎皮蛋糕。我的也是一个虎皮蛋糕，看起来还是抹茶口味的。这蛋糕好软呀。好香啊，浓浓的奶香味道。想吃吗？不想吃。哈哈。安迪又输了，这次又轮到小偷来定游戏规则了，你说吧。这次我们就玩三个字。嗯，三个字怎么玩呀？就是我说三，你说个，我说字，然后你再说三的人。哦，看样子这回很简单哦。那不一定哦，赶紧开始吧。 Lady go， 你先来呢？先来吧。三个字，我太难了。那又是我先选喽，这次我还是选择我自己面前的这个。啊，那这是我的，但是我这个好轻呀、啊。哦吼，我的也好轻啊。三二一，哇！哦天哪，
有的天，这个小迷你可乐橡皮擦也太萌了吧！哈哈，不过我还是喜欢我的可乐。嗯，可乐好喝。啊，嘿嘿，我最喜欢喝可乐了，感情深，一口闷。安迪居然输了三局，那么你们猜对了吗？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哦。再见，拜拜。